停车，他也没停，等他冲到这个收费通道的时候，无奈才停下来。我们怀疑这个车有这个违法的嫌疑，我们在驾驶员项目到这个我们执勤岗亭进行呼吸式酒精测试检测，通过呼吸式酒精测试仪对其体内酒精含量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是67毫克每100毫升，达到这个饮酒驾驶的标准。有这个吸毒史，我们又对其酒驾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项目近期正在吸食这个冰毒。梨视频 APP 等你下载。举行防拐演习，参加活动的人数有20人，其中11人被带走，只有4名男生。没想到这么多，因为我们平时也在进行安全教育，也在课堂上进行课堂上的教育，但从没有在实践中去练习。你们遇到好玩的不认识的人，你不要跟他们走吗？不不。梨视频 APP 等你下载。Of like game days, partying.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school, as you guys all know. Do you think this scandal has devalued a Stanford degree? I don't think so, because Stanford is a great school within itself as an institution. So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havecheated away their ways around the admission process, it is still an amazing establishment. 梨视频 APP 等你下载。梨视频 APP 等你下载。
他来了以后，首先就说要求医生去帮我做导尿的这方面的治疗。不久前在其他医院，可能因为前列腺肥大做了一个手术啊，堵了以后或者是胀了，他就过来这边要求换导尿管。然后我们要求他在导诊台进行导诊，他就不乐意了，就对着我们的导诊护士就说我们在刁难他。然后我就说你先休息一下，你先写，等一下我就赶尽快的安排医生给你。然后他就听了我的话，他也写了，然后写完之后就看我没有给他安排病人，然后他就一直说你这是在害我的命，你没看到我那么急吗？然后我已经很好声好气跟他解释，我说医生在看病人，你稍等一下，我先帮你挂个号。然后他一直在那骂，说我在害他的命，没给他赶紧安排，就一直用手指了我，指了好多下。在打之前他就说就算坐牢我也要打死你，警察来了我也不怕。然后他就一拳打过来。他父亲也参与了这个辱骂的过程，病我们的医生是还是帮他看了。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